开台就丢礼物，感谢感谢。哇哇，这么爽啊！开台就礼物，爽爽，好爽，这么爽啊！爽爽爽！哎、欸，然后今天不可能啊！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说啊，有夜总会就可以任性一下，有没有？嗯，然后就是你就不是说挂了之后就玩辅导，然后画面切换，发现少了十万，不能任性了，不能任性了，不是会被翘家吗？就好像那个翘啊。翘家那是夜总会跟安迪制造厂那些东西才会被翘，要高级会被翘。哦，昨天是音乐就说啊，你不挂差事，我说不要，现在懒了，因为挂差事还要跑回来补货，还要再跑过去看电视，好麻烦。对啊，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冷静一下，然后昨天就是辅导完到差不多的时候回来看一下，十万欸，没了欸。以后还是乖乖挂差事吧。对对对对对。很多钱呢、欸，哎、欸，才挂个两小时不到就十万块就没了，就跑了，喷很凶啊！贵啊安，主要是安堵那些厂都买满。嗯，感谢礼物，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其他人声音就开台啦，开台，开台，开啦，嗯，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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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，开开开开开。应该好了吧？应该不会太小声吧？什么东西？他们说你们声音比较小，他们说你比较小。你是指谁？谁、哦？谁？谁？团团。哦，好哦、okay ，好哦。那你怎么知道团团小啊？看过啦、啊。哦，看过身份证了、啊。哦。感谢礼物，哇，是年纪小吗？嗯，还是你要当最小的？我本来最小的，你最小，还有你最小，对，对对对。如果我最小，就代表我没钱了。好啊，不要顶了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噔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吃晚餐呢、欸，其实。我刚才还没吃早餐，迅速的吃了一下。我还没吃早餐。哈，那你今天吃了什么？我睡到刚刚。天啊！等一下，所以你早中晚都没吃？我中午睡觉，都是辅导物语害的。哇呜！哇！害我一直重玩重玩重玩。为什么要重玩？强迫症啊！你说要某个岛在某个方向之类的吗？然后还有天赋也点错。哎、欸，我昨天第一次玩那开局就是那个女神在旁，就直接在旁边了。哇！而且女神在下，而且地是连在一起，中间没有水池。我说哇，哇感觉超宽超平。哇，很好啊、欸，这样子地。哎，结果，反正你到后期也可以去补那个地啊。我知道，现在在收集花了。嗯、什么是 RP 服？算师傅吧，他是一个你要扮演里面的角色，你是 NPC， 对，里面没有玩家，只有 NPC，、嗯、只有证明、嗯，然后你要去上班下班，有的没的，角色扮演，对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你们现在打开 GTA 去看，很多前几名的都是在玩 RP 服啊，啊，就退去那边吗？对。现在前几名都是在玩的、這個，那个算合法吗？合法。哦、oh ，改天来玩一下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可以啊，犹豫也玩啊、嗯，找一个。哎、欸，繁星你要送货？对啊，夜总会的，夜总会的。哦、oh ，我是送地堡的，可是我地堡可以一个人送。哦、oh ，因为我没有把钱累积到很高。哦、oh。啊！你们他季节课，你们要不要顺便也送一送啊？我做夜总会，可是我做一点点，我应该还好，我都不用，因为他季应该都研究。现在送货话开业那个摩托帮送会有额外三万块，满的话，满的话，你说把那个啊，就是你的货是满的话，
会变六万块，就是其他人会有六万块。哦，是昨天听阿平那边讲的。哦，额外六万块啊！我的货没满呢，哎，找到了。没满的话，没满的话是三万，直接砍半。哦，是队友又会有，就除了老大以外，嗯哼，哎，哦，除了老大以外哦。嗯、那我刚刚应该邀，我应该邀你们了。所以你，原来开始送了。我开始送了、啊，八炸了。哇！很多钱嘞、欸，二十万嘞、欸。晚安，Hello。今天要继续末日抢劫。教主晚安，波浪符，波浪符 ，YA， 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我为什么到公开伺服器都会稍微卡一下，卡一下？哎、欸，我按到 F 啦！哇哇哇！这么不想送货啊？谁来把它炸啦？哦，东尼一直偷我钱，我不小心按到了，是不是 ？F 真的是很讨厌、哦，真的是不该设计在 F 键上的。对啊，应该怎么会设计在那里、啊？设在远一点的地方啊、哦？真的是哦，很不小心就会按到哎、欸啊。真的感觉需要一台暴君二，不然赶路都好慢。开到几点？开到十点左右吧。嗯，因为有人不想跟我们继续开下去啊。对不起，啊、我要录影、啊。真的是，录影就重要吗？不就不重要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没有。嗯，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。怎么都没有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这辆车啊？是不是这辆车啊？不是，压他压他，后面后面后面，我帮你咻，嘣，后面的不见了。嘿嘿嘿嘿嘿嘿，不是 F 车的错，是这个世界的错。对啊，怎么会把 F 放在那边呢？怎么会有跳车键呢？真的是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开车的啊？为什么翻呢、啊？为什么还突然射我？感谢舌头续订。前面的人就很奇怪，这开车方式就啊！我要带风，白痴，你 是故意的？不是我真的不小心。你不要做效果、哦，效果仔、欸。没有，我刚刚要 X， 我要 X 跟啊 ，X 跟 F 差这么远。对啊，啊，对我来说很近。你又不是说上次那个是要按一开启翅膀的？哇，原来在隔壁哦。哇，我有翅膀哎、欸，我的两个车门都是开的。哦，对，然后退取现在他的。订阅头贴变得更细了，更细。以前不是一年再是两年吗？他现在是一年再一年半再两年两年半，哦，就多一个半年的区间。然后害我中间又要再想什么图片呢？嗯，也送完了，我来邀你们，走吧。你怎么了？嘿嘿嘿，断在手肘。我不知道，杰、欸、克哦，啊，好啊，你们看不到，我想在笑，我刚才做什么？你看不到了，杰克毁了他，看不到了，该不是妹子吧？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该不是妹子吧？杰克，是妹子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你把妹子毁了，哇，这个人太难过了，你为什么？哦，麼所以你刚才吸引妹子哦，好哦，不是啊，也不是吸引妹子啊。看不到了，没了。到底是什么啊？不知道了，已经沉迷了。哇！让他成为一个触犯记录档了。哇！杰克，你这样不行呐、啊。可以啦。对呀、啊，他不行呐、啊。可以啦。哎、欸，沙滩排球那个滋养液超有用哎、欸。滋养液。滋养液，反正就是护肤用的，它可以增加胸部弹性。哦，那个我都用满啦、
欸，你有发现有差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差。你是用平乳在玩吗？没有啊，你用胸部大一点的面就很弹，啊，拜托。哦，好像有啦。屁呀，啊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在那边抓。我今晚是给他拿那个什么黑色竹笋哦，只是拿那个而已啊。黑色竹笋？没有，它是一个浴巾。雨衣的名字，里面所有的角色都很讨厌那件雨衣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我不知道，因为每个女生有她喜欢的泳装啊，然后她有分最喜欢、喜欢、普通、讨厌、最讨厌，然后那个黑色浴巾是在讨厌的阶段。嗯，这么讨厌，你到底都怎么抽到 SS 啊？改天你也远端帮我好了，也可以啊。对啊，梦梦也说差很多啊，欸，啊！我最近都没抽到啊。你几张了？我四五十没抽到了。四五十张，四五十张，哇！什么张啦？张是什么意思？四五十件，哇！件，哇！然后我车子是爆胎啊！啊，你车子怎么爆胎了？啊，鸡啊！你车子怎么爆胎了？我在旁边，啊，反正这台车不一定要车子啦，欸，所以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解啊？要啊，要了吗？我已经要了，啊，哦，你要了，我要很久了，啊，我的手机讯息一直没弹出来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关掉啦？对啊，棒，我要很久，想说你们到底要不要解啊？咦，要不要个设施吧？白痴哦，喔，为什么警察要出来啦？我在抢货啊！不用抢了啦，走了啦，走了啦。两颗星，等我吧。打给莱斯特就好啦。有点卡卡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外面的那个地图我会卡卡的。死了，死了，好吧。不要爱。烂车。来。幺。好了，三个都幺了。来射十一趟吧，来射十一趟吗？被看到了，先关掉。什么东西被看到了？哦，这是 WWE。哦，全满。Can I help you？ 这是里面怎么不能买护甲？真是哈。哎，对，我要去买饼干，拿饼干。我要买。零次买起来！哇，我身上怎么啊？我刚帮你炸掉后面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打跑来打我不打你，超气！现在跟顽皮那个什么，跟花豹一样，马拉气！哎，我满了，可以推走哎！我这样还是可以买的哦。你以为什么像是麦块工作台？哎，不能买的啦！啊，不是可以。我有像那种麦块工作台推太远，哦，也不能合成，直接喷掉啦，喷出来。在，欸，哪里？这里。好了，我任务开了，等你们过来吧。就少一块屁股。屁股。对啊，少一块屁股。卡撑。少一块屁股。卡撑。卡撑。卡撑。他真的少一块屁股。先少一块屁股。刚你墙壁上的一个画上面。噔噔噔。啊，这个是不是要下去？宝宝王吗？又要再上来啊！好难的这个。噔噔噔。跑跑卡丁车，哦，这很难哦。噔噔。对，这很难，很多人，而且很暗。是。哦，很多人。等一下，我的广播还没好。快！我们慢慢选一下衣服，我们慢慢来哦。不要，快点，选个衣服。飘忽不定，快一点呐！有肉胸口啊，快！啊，这个有肉胸口，哎，神出鬼没。哦，好了，没事。怎么哈基顶杰克？哈基顶杰克？哎呦，顶呱呱！哎，不对，
不是啦，反的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相信你听得出来。呱呱，小凯，哈基丁，呱呱，不上去了，不上去了，不上去了，是没人要上去了。你要一个在玩手机的开车吗？我开很烂的、欸，可以啦，你开啊！哎呦，所以我们要怎么上去？走这西岸吗？就 F 啊，他就上去了、啊。哦，四人坐的哦。对啊。等一下哈、啊，我在看他。顶呱呱，顶呱呱！不要太冲，不然四人快，没关系，我一定躲在最后面。嗯。我是最近不想跟你们玩 GTA， 是解完抢劫再又回去玩很累。嗯，有人说你们有钱给我们拿就好啦，我们就上街了。我也可以啊，我只要人道就好了，人道实验室有没有？嗯，人道原来是那个人道啊，不用动哦。啊。教主要不要人道一下？我说好啊，你怎么不动？我、欸哦、不是人道，是不是有一个实况主叫呱呱、啊？就那个啊，菜渣那边有一个叫呱呱。哦好，然后、可是他是口部的吧？没有，西瓜的瓜。哦、西瓜的瓜、啊。嗯。然后那时候，那里面有一个叫龟龟的，常那边顶呱呱，顶呱呱，顶呱呱。我说你够了。然后说可以告他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不太好啊，普通啊。然后说我可以告他嘛，说告死他，告他告他，不太好吧？这个是个性骚扰啦。对啊，好，等下，好什么？你不是很会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不会，我直升机还好，你行不行？你想一下，行。你的有点醉，你的运兵还要拖一个大卡车，你知道那时候整个，我看有点醉，有点醉了，可以，然后不是要在上面打，歪嘴，然后嘞这边要干嘛？要下去啊，慢慢刷，真的到。